有请主持人赵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栏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1月23号，天津卫视将携手德云社，在大年29为您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相声晚会。届时您将看到郭德纲、于谦、岳云鹏等相声演员的精彩演出，还有意想不到的特别来宾，一定不要错过。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著名媒体评论人俞伯宏俞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刚结婚的时候他人还是很上进的，对我也很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变了，总是欺骗我，我们天天吵架，一气之下我就选择了离婚。但是在离婚之后呢，我们一直是处于一个离婚不离家的状态。后来我觉得他有所改变，我们就又复婚了。可是在复婚后，因为照顾孩子的问题，我们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我现在每天情绪都是很不好的，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争吵声中长大。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段婚姻该如何继续下去。掌声请出这对分分合合的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樊先生29岁，来自四川个体；女嘉宾李女士28岁，来自四川。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啊！这小片里说得很清楚，离婚复婚，这分分合合有多少年啊？6年多。第一次离婚是这样，我觉得大小事儿他都不和我商量，属于一种欺骗的状态。那个时候没孩子，反正就以离婚来吓唬他，谁知道他接招了。这为了什么事儿离的婚呢？那最开始是有一次他说他去重庆办事儿，答应我晚上会回来。晚上不但没回来，因为早上我出门没带钥匙，我是等到这个凌晨3点钟都没有回来。那因为和朋友一起去的嘛，那我呢就是也是找到这个朋友的老婆，最后呢一确定原来在本地。那一次是我去了重庆的，我朋友是去修车嘛，他车是在重庆买的，当时叫我和他一起去。回来的时候是差不多凌晨1点了，朋友他就留我，他说今天辛苦了，我们去喝一点酒。我也去了，我喝酒再回家的话，可能他的脾气饶不了我，然后不回去了。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答应我要回来呀，你又没回来，那我等到凌晨3点，你至少给我打个电话吧，但是我手机也没电呀，或者你把钥匙送回来呀，那我又进不了家门，那你说我生不生气？第二次也是，他说他回老家，到了晚上我打他电话，电话也接不通，短信也不回，我就给婆婆打了个电话，没回去，还是第二天才联系我，告诉我啥沱江大桥涨水了，抓鱼的人多，他说他也去了，抓了一宿的鱼哈。说实话那一次是没有去抓鱼啊，但是我不敢给他说实话，因为那天的话是我一个同学，他是在新疆上班，然后回来晚上喝酒。如果当初我给他说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去，我也只好这样善意的谎言骗他一下了。你别善意的谎言，就说你害怕他。对，明明都知道你已经说谎了，对吧？你告诉我实实在在，他跟我讲他抓鱼去了，那我还是选择相信他。我当时敢跟你说吗？就到后面我才知道，原来抓鱼也是假的，也是谎言。然后就是反复这样的事情，就离婚了啊。对，一生气我就想你吓唬吓唬他，结果就真离了。每一次出去，你说去玩不敢跟他说，所以说我也只好就是说，有朋友约我的话，我也只好说我去上班了。所以你的职业是个自由职业是吗？按现在的流行说法，我职业特别多。他啥都做，单轮车也蹬，上台演点小魔术也演，晚上摆点地摊也摆。离婚之后小片里就说到了，说离婚也不离家，为什么不离家呢？因为我俩走过来不容易啊。那父母极力反对，反对到哪种程度？第一次
我带他回家，我妈妈给我打电话，你赶快不要带他回家了，他反对我俩在一起。那后来呢，我也是通过劝说我自己的父母啊，通过和他的接触，发现他确实很孝顺，也是不怕苦不怕累，回家就是农活，哎，务农啥也帮着父母亲做嘛，哎，觉得还可以。我说拿刀架在我俩脖子上都没分手，都坚持，觉得自己一定会幸福和他在一起。那现在你看都还新婚了，八一是把婚离了，那一是父母接受不了，当时呢也是彼此心中还有彼此，你想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吧，然后就这样。我这个不分家是谁提出来的？不离家是两人商量好的，那还离婚哈？置气是吧？置气嘛。当时的话他脾气本来就不好，两年之内不下十次说离婚这个事情，当时可能我也生气了，你说离就离吧。那这段时间应该还不错是吧？他呢也确实，哎，反正觉得也没必要骗我了，两个人反正都离婚了，结果反而更坦诚，然后回家的时间也多了，那和平已经和平相处了。其实在这段时间的话也就回到一个当时谈恋爱的状态，就挺幸福挺甜蜜的。然后就复婚了是吗？对。这个期间有多久啊？一年多。复婚之后就有了孩子是吗？有了孩子又有了新的矛盾。我觉得第一啊，对我和孩子关心不够。我家还是属于比较难带，晚睡早起，爱哭了，我都快抑郁了，我都真的是。现在孩子多大？现在孩子2岁半了。他不帮你是吧？那陪孩子的时间自然也会很少是吗？我在这里我不得不跟你说啊，主持人，那不是有一次我朋友到我家来玩吗，小孩起得早，6点就起了，我也起了，然后朋友问，哎呀，他说你们家孩子不是不好带吗？昨晚怎么样啊？吵没吵？闹没闹啊？哎呀，我说昨晚闹一晚，闹一宿，我难受死了，都没睡好。这个时候啊，他从房间出来，他说，哎呀，昨晚这个儿子太乖了，一点没吭声，哇，全部朋友都笑了。那个儿子在他耳朵边上哭闹啊，他都没感觉，睡得像死猪一样。你不叫我肯定不知道，我本来瞌睡就多。我们听了很多妻子的委屈啊，你心里有委屈吗？有。啊，你说说吧。就是说觉得自己太不值得了，你每天在外边工作特别累特别忙的时候，再回到家里面，他还会指使你做这样做那样，做不好还要会被骂。他说我不带孩子，说实话我真的是我不敢带孩子了的，就叫我去蹭个奶粉，奶粉的话我要先把开水做好，然后开水还要冷一下，就那一个时候他又给你骂，他说你冲奶粉这么慢。那小孩一直哭了，我不骂你，你搞快一点。不只是骂我，你连小孩你也骂。那我骂你我都没辙了，我被转移了。这个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就稍微打打点，所以我为什么让丈夫说他的委屈呢？是妻子总觉得你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达不到标准，是这意思吧？对。啊，脾气也很大是吧？他脾气大不只是孩子啊，他就是平时你做什么事情如果是不顺他的眼的话，反正你就骂你。对啊，这别人家的这个老公啊，对对对，他做也上班呀，也做家务啊，但是也会带一点孩子啊。对，所以你注意那个老公叫什么，叫别人家的。对，他总是把我拿来就是和别人家的对比。那现在怎么个意思啊？现在又不想过了？现在我觉得除了这个对孩子教育方面他带的又少，还有啥了？我最担心的是啊，离婚以前的老毛病犯了，我俩一沟通就是吵架，那朋友一个电话就出去了，现在也不往家里交钱了。其实他知道我的钱去哪里了，这个钱的话应该是我差别人的工钱，前3个月的时候我是把这个钱拿来全部就是发给我的工人了吗？因为那个钱你没给我讲啊，我没给你讲啊，我一问你，你因为我跟你讲你也不会相信我啊。哎呀，我真的是如果孩子每天在我们那种争吵当中长大也不太好，所以我今天也是到现场想求助一下。是你自己的顾虑太多了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点啊我印象特别深哈、啊、就是为什么做夫妻的时候就做不好，要争吵，同在一个屋檐下，没有那一张结婚证，大家觉得彼此不是夫妻了，缺少一个称谓，而做朋友的时候就能相对放松的让这个情感又变回来了。您现在还在工作吗？还是全职带孩子？现在我是全职带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更焦虑一些，对吧？
肯定娃娃马上上幼儿园了，上托儿所了，又是房贷，自己又没工作，钱全部从他那里来。其实他钱给我，我也没有乱花，我就希望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喝酒唱歌的这些，我就觉得是没必要花的啊。所以其实他正常的钱去哪儿了，90%你应该是知道的，对吧？对。那你现在对他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呀？显然不是钱，是陪伴啊，还是他跟朋友相处的方式啊，还是他对待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呀？我是觉得孩子教育方面他陪伴孩子不够，对我和孩子的这种上心的程度不够。你对你妻子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呀？对我一点都不相信，他就喜欢和把我拿来给别人比。从我们交朋友开始，他就知道我这个人不懂得浪漫。就在去年的520，他看到别人老公给老婆送了礼物回来就骂我，当时就是说不只是骂我，可能都要想打你的那种感觉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交朋友的时候我都没给你买过礼物，到现在你还要礼物，我给你买礼物我也得有钱，对不对？那个钱全部你都拿去了，我怎么给你买？你所有的钱都是上交的？基本上我身上的钱的话，可能他比我有数。他一般身上多少钱？200零钱，有的时候零钱，比如今天他拿151块钱给我，可能1块钱他都算进去。如果他现在再赌气说我们离婚，你离吗？肯定离。如果他就这样不改变，你会主动提出离婚吗？应该会。如果离婚的话，你觉得孩子给谁带更合适？孩子的话可能给我妈带。怎么哭了呢？为什么哭啊？我觉得他居然会和我提离婚，我觉得很惊讶。然后而且孩子还得给他，我觉得我受不了的，那肯定是。所以看起来这么吵闹啊，看起来妻子在一个强势的态度里，对吧？对对。但是好像如果真的先生提出离婚的话，一下又变得特别无助又舍不得了。对啊。所以这里面到底是情绪在作祟，还是别的东西在作祟？为什么做朋友的时候可以做得很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大多数的夫妻在有了小宝宝之后又进入了一段新的调整期，这个时期又该怎么度过？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很多女士对于撒谎这个事情看得过于重，其实撒谎是一个人的心理防御嘛，就他知道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的事实，我肯定是要受到攻击的，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撒谎了啊。我不是说撒谎对啊，撒谎肯定不对嘛，但是他没有那么严重。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被陌生人感动，却往往对爱人不满？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期待的问题，我们对于陌生人是没有期待的，所以陌生人稍微做一点什么我都特别开心。但是我们对于丈夫对于男朋友是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值的，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到不了我的期待值，我就对你不满。所以真正让你不满的还不是这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内心的期待值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你要的不断的变得更多，所以变的不是他，变的是你内心的需求。因为你内心的需求在发生不断的变化，而他又没有一直来改变来满足你内心需求，所以你变得很焦虑很不安。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你不是我心目中想的老公，你也不是我心目中想的丈夫，所以我很生气，我生气你又没办法控制情绪，你就开始暴力输出，你就开始暴力沟通，你不断的斥责他，根本就不知道我错在哪，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他也很委屈。到最后你们两个人之间，你看变成恶性循环，最后你们用了一个休克疗法，就我离婚，哎，休克疗法成功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们关系恢复了？不是，因为你的期待值下降了。所以你们要把这个恶性循环变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之间肯定是会有期待，期待之后是沟通和妥协，妥协之后我们再建立一个规则，一周你可以玩多少时间，你每天必须几点回家，你要帮我承担多少工作，你的赚的钱是有多少放我这儿，多少你可以自己花。这个规则当你们一旦建立之后，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家庭的关系才算是真正建立了。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莎娜老师。李女士，我想跟您说的是，你有注意到刚才你先生在说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天，
我觉得他是有点在忍住泪水，就是你在描述他什么工作都在做的时候，然后他就默默地抬头看了眼天，就是你有真正的体会到他的辛苦吗？你只是一味地说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给他列了一大堆的不能，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付出，所以你会对他有很多的抱怨。第二点，你经常拿他跟别人家的丈夫比，如果我是你的先生，我也要拿你跟别人家的老婆相比呢。我说你看谁谁家老婆，人家又出去工作又带孩子，家庭和事业两不误，你怎么就只能在家带孩子呢？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一个人，如果他要是能够做到别人家的老公那样，别人家的先生那样，那可能现在跟他过日子的就不是您了。对对。第三点，你经常说什么孩子哭闹他听不到啊，很多很多家庭都是到了晚上，这个孩子哭成楼上都能听得见，但旁边的这个人永远听不到。然后您不要把随便网上说的那种对于孩子的一种什么哭闹就是胆小的这种表现强加在他的身上，孩子哭闹是缺乏安全感，他这个时候是正常的，因为处于分离焦虑期，妈妈不在他的视线当中他就会哭，这跟他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爸爸的过多的参与他的这个陪伴或者照顾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所以如果您把所有生活当中这种小的问题或者说这种所有的东西都强加到他的身上，那他的压力有多大，然后你觉得所有的现在的问题都是因他而起，你就会越来越多的抱怨，他会越来越不想回家，他一开始可能是真的为了跟朋友聚一聚，但到后来就会发展成为我出去聚只是为了躲避家庭的琐碎和你的谩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要更多的调整的是你自己的心态。谢谢。好，谢谢二位。谢谢莎娜老师。于老师，不小心也听到了莎娜老师对于老公对于孩子的一些无奈。有。对，是心理专家太可怕。借这个事儿来讲，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刚才陆琪老师和莎娜老师在你俩的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和你对话，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可能问题都在我这儿吧。今天你的到来更多是说老公给你造成了很多的烦恼，而这些烦恼大多的问题你是根源。老公实际上是有优点的，对不对？你在描述当中，老公在结婚以后优点越来越少了，缺点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对。我讲一故事啊，一头狮子有一天呢看见一只兔子，狮子想去偷袭，在偷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在兔子的旁边还有一条体型更大的鹿，那兔子只能饱餐一顿，而那条鹿可能就能吃好几顿的美餐。于是呢他临时改变主意去捕那个鹿，但是鹿跑得比较快，最后鹿逃跑了，兔子也跑了，狮子什么都没得到。兔子就好比是老公的优点，缺点其实就是你内心反过来一个希望，人都期待好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点，当我们太过于注重那头鹿，那你忽略了这个兔子的存在，所以呢最终呢你没有好好的去享受那个原来的那个优点给你带来生活的温馨，你总是活在鹿的期待当中，你用批判啊否定啊指责呀攻击的方式，最后呢你发现优点你没看到，他也没发挥，甚至越来越萎缩，而你所说的那个希望你也没得到。所以你现在既然决定了和这个男人过下去，其实我看到你不想离婚的，你就别老总提别人家老公，因为你一提别人家老公就等同于是对他的什么否定，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提离婚的话，那真的是你推出去的，这一点他已经有想法了，所以你要反思一下我如何严谨持有他，那么他才可能会变得更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老公呢在有些地方你要主动出击，今天老婆没让我带孩子，我主动去带一把孩子，那是我当爸爸要做的，跟你要求没有关系。如果你一直活在对方的要求里，你永远被要求，所以你的委屈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说明你有些自暴自弃，你有些不作为。对，不要活在他的评价里，
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老公，你是一个爸爸，你就要做你要做的事情，活出你的自我。当然，该温柔的温柔，该谦让的谦让。好，谢谢啊。好，谢谢于老师。来，涂老师，要让他忘记别人所有的老公，不去做比较，这是不可能的，莎娜都做不到。女人比男人就是喜欢比，心里面是想着，哎，我不想，那控制不了啊。对呀，但有些女人是这么做的，比照样比，但就看怎么说。你是完全拿人家老王家优点跟自己家丈夫的缺点比。对。但有些女人是拿自己丈夫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有些女人比完之后，明明知道隔壁家老王好像感觉比自己老公强，但她偏偏说出来是相反的，我老公比她强。对对，要尽知你不比这是不可能的嘛，你别说你比我也会比呀。关键是你比了之后，聪明的女人反着说，愚蠢的女人才把自己的老公的缺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把别人显现得多么优秀和高大。我就是那愚蠢的女人。所以啊，你就稍微变得聪明一点吗？你就掌握这个定律吗？还有一点，你觉得你了解她吗？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她。刚才主持人在问她的时候说，如果她再这样的话，你会离婚吗？我会离，而且我还要孩子的抚养权，对吧？你突然之间你就仿佛感觉好像对面的这个人我是不了解的，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么冷酷。对，很多女人会处于这样一个境地。我以前有一个同事，那男生老实巴交的，对老婆也挺好，但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如果你的老婆要跟你离婚，你会跟他争夺抚养权吗？他说孩子我一定要的。我说如果他真的跟孩子就是分不开呢？而且你当年也说过他生孩子的时候是难产。他说那我不管，孩子抢我都得抢走。这是平时看上去感情非常好的一对夫妻，但是这个男人说这番话的时候的确让你好像不了解他。所以其实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结婚要慢？你有没有发现你根本不了解自己？你不了解自己就更不可能好好去了解别人。他刚才说那鹿啊狮子之类的，其实就是问你要到底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照过镜子，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能要什么，你根本没想清楚。你这山望着那山高，是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老王跟老公差点两个都要不了，是源于你自己内心深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你很清楚，我的老公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公，在优点和缺点之间，我只能去看他的优点，我不可能让他改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完美的男人的模样，我也不是，那我就朝着他的优点去夸奖。另外还有一点，结婚不是良药，离婚不是手段。好多女人都认为只要一旦结了婚吧，你看这男人肯定会有责任心的，只要生了孩子吧，这男人就会像开始像一个爸爸。他们认为外在的一些条件一旦形成，就会促成这个人变成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不是这样的，除非他对丈夫这个角色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期待，他才有可能成为丈夫的样子，而且还并不一定是你心目里面丈夫的样子。所以你不要认为外部条件一旦形成，他就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事实上，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都会有一定的误差。另外还有一点，
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听了老师们的建议啊，我也意识到，其实可能是我的对您要求太多了，我也试着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是你能也能改改，我也考虑，暂时可能考虑一下继续。哎呀，其实当时我刚刚说我要孩子的时候，我看到你哭了，我就想起了当时我们结婚的情节。不是说谁改谁不改，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错，只是说交流的时候太少了，然后我们交流的时候能够语言方面就是语气能够像交流一样，不要像就是说你问我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你是在让我就是审犯人一样，我们要就是交流。好，时间到啊，回去吧，心平静气的要这么说话，没那么多的事儿了。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来，请关门。看选择吧，请开门。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肌水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肌水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请开门。他那个擦眼泪的动作特棒啊，咔咔。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老婆结婚13年了，儿子12岁，就在2019年10月6号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走了，把孩子放家里了，然后他起诉离婚，但没有离成。他刚走时还给孩子打个电话，他把我拉黑了，我打不通，只能他打，现在好久都没有打电话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我而去。我很珍惜我们的感情，我想去挽回他，可我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做。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肌水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肌水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我想跟您说的是，结婚数十载，妻子突然离您而去，而您却蒙在鼓里，这其中的原因一定非常复杂，并不像您描述的这么简单。无论什么原因，现在结果只能证明您的妻子心已死，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动员所有的亲戚朋友，想办法尽快联系上妻子，要的只是给孩子一个交代。祝你幸福。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